我的麻辣干过来了，花椒在底下冷冻，我阿拉就吃了，现在就觉得很辣。 他是有卖这个咖喱饭，还有麻辣干锅的汤面、海鲜汤面。这里省掉了，这是麻辣香锅的料啊。 八宝冰啊，八宝冰，八杜拉拌啊，马六来了，一杯八宝冰啊，拿掉，你要吃什么就拿，你这汤面吗？清汤的，看到吗？黄色、红色、黑色，加进来这里。嗯，这些都是鱼丸类的东西。是什么啊？台湾香肠啊，拿，也是好吃，台湾香肠，我要。 一人一只，好吧？啊，猪肉完了。肉完了，啊，对啊，扭蛋。嗯，扭蛋我要，扭蛋。 无聊，完了，蔬菜类东西都完了，空空了。茄子，这个鸡蛋，哪一粒鸡蛋？菠菜啊，菠菜吗？ 食物都空了，酱就可以了。酱台或者烧台，我也不知道。酱多了，三色整。这什么？八丑，八丑。 肉松，正经。OK。拿这样，然后现在排队去看要点什么。 炒麻辣干锅啊，还是海鲜汤啊？二三十等。这样多人在选这条，同时 A 包。 A 方，哪里？这做成汤哦。啊，然后这做干锅。我上去啊。OK。
我先去咖喱饭，咖喱饭上面。哦。你整个总共有几项汤个了？啊？有几项料啊？清汤。清汤。冬阴干锅了。哦，冬阴啊，我以为是麻辣烫。干锅。什么辣？微辣、小辣、大辣？没有，小辣。哎呀，没有吃过它的辣，不知道它的辣度是多少。没有中辣。哦，没有。它是有清汤、干锅和冬阴三种。33了。多少钱？全部？33块。三十。好的，可以。比我们多，做工人也是很多。这是它的地址，贝拉路那边。现在是晚上的8:30呢、啊，晚上8:30。这个是我们吃的东西，清汤和麻辣，然后总共吃了33块。这个清汤的菠菜面，我们叫。看着反正不错，好的，这很漂亮。看着好像很辣的，它颜色够深了，是有一粒蛋，你看，做荷包蛋煎一粒蛋给你。茄子啊，茄子，嗯，掺下去有一个鱼丸啊，台湾香肠啊，台湾香肠鱼丸，嗯，对，鸟蛋啊，蛋啊，都是菠菜面的。
味道蛮不错。咸。可是味道是好吃的。喜欢吃牛酱辣的，这个是刚刚好的。下次我来，我要吃大辣。我要吃大辣。好像没有吃到花椒。哎，啊，有花椒，我看到花椒。那是花椒。我要吃到花椒，麻麻。对，咬到花椒就好吃了。这种麻辣的味道，再吃到花椒，不过麻。不过辣的话，不要吃它辣椒。辣椒很难得吃。辣椒好喝。啊，花椒，看到，要加入花椒和辣椒吃。刚搞不了一个，就是这个味道，有点麻麻辣辣，麻辣干锅就有麻麻辣辣的，还有，也不会说很辣，你可以试看。我刚才讲不辣，我咬到很多花椒就觉得很麻了，现在咬到很多花椒就很麻。啊，花椒全部在底下，看到花椒一粒，咬到花椒就很麻了。哇，好料好料！哇，它辣椒吃多了就觉得辣了。它那个花椒里面也是很多花椒。它花椒在底下的，我阿拉椒吃了，现在就觉得很辣。哇，好料好料，它吃很开胃的，够辣够麻。现在后面咬了那个花椒，咬多了就很辣，很麻辣。吃到完，最后它的花椒很多，在底下到完。那很多花椒，我吃到整个嘴都麻了喂。好料好料，也吃到疯了。会吃麻辣。这里座位舒适，又有 aircon 了，不用怕热。